5:40了，距离起跑只剩下20分钟了。先把袋子拿去寄放。还剩十几分钟就要起跑了，赶快来做热身运动。大家都已经聚集在起跑点了，我只能排在后面了。起跑了，我们后面的就慢慢往前移动。加油加油，大家最棒了，谢谢，欢迎你们每年都要来参加哦。预祝呢今天可以通过起跑点啊。现在在仁爱路上，左转金山南路，要上新生高架桥。到新生高架桥的距离大约是1.5公里。男子组第二名，第一名是黑人，我没有录到。再来是第三、第四。女子组第一名，女子组第二名。女子组第三名。4K。5公里了，折返点快到了。折返点，喝了一点水，继续跑。7公里了。8公里了，到这边。双腿开始觉得没力了。加油！哥哥加油！右转的那路大概剩下1.4公里。终点就在前面，最后冲刺。跑完了，我的手表记录是70分钟40秒。
哇，这个有。7:26，大家都回来了。